小鹏汽车的生态企业鹏行智能，今日发布可骑乘智能机械马。该机械马采四足机械人架构设计，具备环境多维感知、敏捷稳定运动，以及智能情感交互能力，希望成为小朋友的第一个智慧交通工具。据鹏行智能指，这款智能机器马是以独角兽作为设计灵感，采用四足机器人架构设计，拥有摄像头、激光雷达等汽车级别的智能驾驶系统，可以感知多维环境，敏捷稳定的运动，还可以进行智能情感互动。智能机械马还拥有语音交互、人脸与声纹识别能力，可通过脸部荧幕表达情感，并拥有触觉感知。机械马更可以搭配专用的装载配件，提供托运功能，又可以自主充电，在电量不足时可自动回到充电座补给。